The way she moved, her hair, her face, her lines, divinity in motion.大家好，我是Carla老师。英皇国际幼儿园的老师。我觉得外国小朋友穿咱们中国传统的唐装，好像更特别，更漂亮的感觉。叫中西合璧，对，怎么看都觉得他们就应该这样穿。有点混搭的效果。对，就多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都穿我们唐装，来咱们中国投资啊什么的。投资。对对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老师也特别漂亮，特别。 和蔼可亲，带着我们这些小朋友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，要吸引观众。一开始呢，就是自信大方。然后呢，老师可能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微笑，他知道我们在夸他。但我英文又不够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真是非常给力。嗯，因为非常国际化，就像我们深圳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。是个国际化。然后呢，这五个小朋友，你看过年就像五个福娃一样。
穿着我们唐装，怎么看怎么好看啊。就是刚才梁老师就提出一个小小的瑕疵，就是能不能带着小朋友现场给我们唱几句中国歌。我现在有中国话了，不会说了都。就是这个歌也可以，中国歌可以说吗？ 1, 2, 3, go。 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大家新年好，我们唱歌我们跳舞，祝大家新年好。哎，这多棒啊。